公司都嘛地方公在吃饭。对啊，伊在咪？伫阮兜啊。恁兜伊在？兜林咪啊。林咪啊，你阿在上干咱轰炸？啊。上干咱轰炸少些。少些。那中国人有飞机吗？日本给咱管，日本搁给咱封杀。不是啦。就介只有摘掉，伊走路的呢。哦，迄少只的惊死人。啊，你有美国，你唔知啥物人给咱变变的哦。老师啊。正经来啊，七八岁啊。我要拍啊。七八岁，即马囡仔七八岁才巧啊呢。啊，迄个拢嘛飞，迄个坐飞机哪来？拢嘛迄个食个苦个。啊，若看一个人就多咧行咧走落啊。哎呦喂！阮人民啊嘛是拢扫地砍落，扫地迄个坐飞机遐。啊，米袂糊啊，就巧呀。啊，拢遐拢扫无扫着人啦。我较早咧读册。拢塞住伊个车，拢下高飞机哪来，拢走伊走伊坐高飞机。哦，日本时代哦。天呐！我拢听阮爸咧讲咧。对啊，啊伊讲，甲问讲啥物人，甲咱方才因拢讲日本，无讲中国啦，拢乱去啦。啊，日本啦。啥物啊？连你也讲日本哦？日本甲咱管伊个甲咱方才。嘿，日本用少侠。阿毛。少侠。要收。阮爸讲的啊。讲日本哦，拢用扫射，啊，拢捉鸡，啊，大家拢避个痕迹的。啊，伊个，你敢听？哎，扫射走的吼，伊个，伊个，少一阵，讲要定位的时候，一排啊，我跟你。